有实验室。爱迪生说，天才呢就是1%的灵感，再加上99%的汗水。今天我要请我的瓜宝号来完成一个不可能的任务，就是要从这边跨越这座桥到这边。准备喽，1、2、3 ，Go！瓜宝号，我们的失败率也太高了吧？不过没关系，出外呢就是要靠朋友。博士，快来帮我！哎，爸爸，有什么事困扰着你吗？哦，博士，你来正好。我跟你说，我搭了一座桥，想要从这边让瓜宝号到另外一边。可是到中间就会断掉，哎。可以解决。来，你看看这个结构。哦，你用棉花糖跟意大利面组合而成的，对不对？是的。那这个四方形跟三角形有什么关系？你看哦，这个正方形的结构哈，它受到力量的时候，有可能会歪来歪去变成平行四边形。那这个三角形呢？那三角形比较好哦，你给它力量看看，它可以承受一定的力量。真的耶，它比较不会歪斜，对不对？是的，我们可以用这个三角形结构来做桥梁的结构。做桥梁，根据博士的说法，只需要用意大利面跟棉花糖就能够搭建出一座安稳坚固的桥梁。究竟这个大胆的假设能否成立？实验能够成功吗？博士，它真的可以承受这么大的重量吗？我们直接试试看好不好？要有科学实验精神。好好好好。瓜宝号，加油 ，Go！ 成功了，完全没有问题耶。我们试试看很多台车好不好？勇敢的坐下去。好好好，不要断，完全 OK 耶。对啊，所以呢，这个在力学里面就是一个平衡稳定的结构，对不对？是的，太好了，哈维尔实验室，我们成功了，也要记得下次见喽，拜拜。